someone can boxing three rounds, 3 minutes. Okay, listen. 再开始。 双方啊，这个体型上看啊，这个差别非常明显。对，哇，这一个是属于这种短小粗干小钢炮形式的啊。是的。哇，果然上来两个人。国帆要把这个距离拉开啊，因为中间距离像这个距离，米哈伊尔这个强啊，刚好能够发力，够。这个是火星撞地球，国帆要把距离拉开啊。大家好。 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，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3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。 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3200。非常坚持，更好一些，因为你的攻击距离更长远嘛。李希，我感觉国帆是比他一下上来这么一顿乱蹬啊，抡的有一点懵了，好像。比赛如果这么打的话。 完全没有什么技术可言，不太不来说啊。其实两个人的火气都很大呀，因为在对视比赛之前对视，两个人就已经隔空对视了，擦火花了已经。走，还好一些。近身的吸法这种力量啊，对，空间不够。啊，漂亮。果然稍微有些改变了啊。走，有安排。对，直线的腿法控制距离。要走，其实要多学一学。 啊，要是顶膝，米哈伊尔也很聪明，我就你顶膝的话，我前手给你撑开。哇，小心这种近身的这种米哈伊尔这种拳啊，非常有威胁。对，走。要多用一些自己前手直拳和正蹬腿的这种优势。对，这种直线的能控制到自己距离的要多用啊。先不要想着上来就去重撞对手。对。对 这个时候，好像博凡找到了一些办法啊，连续命中米哈伊尔。而且上来之后，他也是往前拱，他也往前拱，双方。走。好，第三局开始，博凡是最近在加强吸法，在训练吗？但是也要根据对手来定啊。对。这时候推开，可以推开打拳了，因为双手这个对方并没有对自己做一些残暴，主动残暴啊。 这时候拉开距离推开是很容易做到的，可以做高扫啊、低扫都可以做到。你看低扫，其实每次博凡都会得到很好的效果啊。走，觉得这是靠近的时候就下意识的会加强对吸附的这个防守。对。这是一场火药味十足，但是也十分焦灼的比赛啊。对。双方都在这个非常亲密的这种接触的情况下去发力。 国富凡和亲密的9分钟的战斗啊！所以说，好像随着双方这个米哈伊尔体能下降啊，国富凡好像吸击加拳法的这个战术啊，有一些奏效。对，其实啊，又是一个吸击，拉开距离，拉开距离，继续吸击，不要靠近，不要靠近，又是顶膝，拉开距离，哇，这个时候好像有些效果。 推开，我觉得博凡的优势啊会更明显一些。如果把距离拉开，对，我们看双方只要一照面，肯定贴身，双方没有这种太过于纠缠中远距离啊，只要一照面就进来。后方胜，the red corner。